名谚曰：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春天正是采食荠菜的季节，荠菜的药用价值非常广泛，其味甘、性凉，有利水、止血、明目等效用，被誉为菜中甘草。荠菜是这样一种味美对人还很有益的蔬菜。清明时节，让我们多吃些荠菜吧。在威海，清明节有家家蒸宴的习俗，古时称之为寒宴。家庭主妇们捏制成形态各异的白面燕鸟，小巧玲珑，十分可爱，加食色点缀后蒸制，就洗或插在短小树木之叉，上置于屋内顶棚，或用线绳串接起来挂于墙壁。据说干后食之，有止痢功效，也以此表达人们欢迎春天的喜悦心情。清明节海米拌荠菜的做法步骤：一、荠菜洗净；二、海米、红辣椒；三、荠菜洗净后热水焯熟后；四、煮冰水里蒸；五、红椒切丁，海米温水泡发；六、荠菜切末后加入红椒丁、海米，加入蚝油、虾油、香油拌均即可。使用的厨具：煮锅。